昭和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夜晚，我死了。哎，怎么这么脏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！哎，好脏啊！是不是死了？美军马上就要来了，还有这种人在车站里头，真是太丢脸了。妈妈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又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管他什么东西啊，把它丢掉就没事了吧。哦。这边这个人好像快要死了，眼睛闭得紧紧的，根本张不开。躲起来啊！大家动作快啊，动作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动作快一点！李先生，辛苦你了。敌军的军队好庞大的样子，像最近这种炸弹攻击啊，躲到防空洞里是最安全的了。这里已经被炸了两次了，再来应该会到别的地方去吧？老爷，你是好孩子，要多忍耐哦。动作快啊！你们两个先躲到防空洞去，
一路上要小心，要走快一点哦。小杰，你要乖乖听哥哥的话哦。妈，别说这些了，快去准备吧。好。哦，妈，你药带了吗？带了，都在里面了。我不要去防空洞。你不去防空洞的话，会被炸弹炸到的。来，我背你。你在干什么呀，白痴！哎呀，就赶快去拿那个东西过来啊！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！快快，你也不要忘了啊！快点！你不要害怕，这里很安全的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防空洞里啊。防火巷后面的防空洞可以承受200公斤的炸弹攻击，
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想妈妈一定会到二本松附近的，我们会在二本松碰头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走。杰子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我的鞋子不见了。哥哥再去买一双给你，更漂亮的哦。哥哥，我也有钱呢。帮我打开。哇，杰子好有钱呢。啊，这就是空袭之后的大雨吗？原本美丽的景色全都消失了。你看，那间是民众集会厅。你以前有跟我去吃过咸稀饭。我们家被烧掉了吗？好像是吧。那怎么办？我叫爸爸去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。家被烧了，那我就真的太丢脸了。我们家全都被烧光了，不过平安无事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你说的没错，平安无事比什么都重要。他们这一次啊，丢了两颗炸弹呢，就算用草席盖起来，油还是会溢出来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嘛。谁说的？我阿姨她就有办法。哥哥，我要尿尿。好。上西、上中，还有伊犁种的居民，请大家到国民学校集合，那里有医护中心。上西、上中，还有伊犁种的居民，怎么了？请到国民学校集合。眼睛痛，不可以揉眼睛。上西上中，到学校之后我再帮你洗。妈妈在哪里呀？妈妈在学校啊。学校？对啊，快走吧。嗯。青太，你见到你妈妈了吗？她受伤了，你快点去看看她。我来照顾杰子。杰子，好可怕哦，有没有哭啊？嗯。哥哥去办事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他哦。对呀。哦，青太啊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好不好啊？我妈妈呢？在那里。这是你妈妈的戒指啊！过来这里。
他刚刚好不容易才睡着了。如果能够住进医院，那是最好了。这是我听医生说的。不过西宫的回声医院好像被烧掉了。请问，我妈她有心脏病，可以给她吃药吗？哦，我去问问看啊。青太，我等一下再过来。妈。看到了吗？嗯，真是可怜啊。我想喝水。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你一定要说。对了，要不要吃面包啊？我去拿来给你们。把这个戒指放在钱包里面，不可以弄丢哦。妈妈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要好好保管哦。妈妈在哪里？在医院啊，西宫的医院。所以今天先跟我住在学校。杰子，你还记得西宫的阿姨吧？住池塘边的那个，明天我们去找她，好不好？我家人都在二楼的教室，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两个待会儿再过去。那待会见了，杰子。要不要吃？我要找妈妈。明天再去，太晚了。你看，哥哥很厉害哦。绷带不要拿掉。还是不要看尸体比较好，反正这种天气啊，今天卡车也会来运走的。你们接下来想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寄住在西宫的远亲家，我家被烧掉之后就叫我们过去住了，是吗？这样就好。啊，我还有任务在身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
嗯，他被炸弹炸伤了。你回来啦？你妈怎么样了？还在回声医院吗？对。当海军最好了，只要把难民的行李搬到卡车上运走就行了。我等一下会把蚊帐跟棉被拿过来啊。麻烦你了。妈妈为什么不戴戒指呢？是不是要给我戴啊？那个很重要，要小心保管哦。妈妈她……等妈妈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她。已经很晚了，睡觉吧。嗯。柴鱼片、青鱼、鸡蛋，哎呀，酱菜，还有咸梅干呢。哎呀，这不是奶油吗？非常时期还是有人有这种好东西，军人呐、啊、就是这么奢侈。对了，青太，你去过医院了吗？之前的事情啊也还没商量呢，你好歹也该带着杰子去医院看看你妈妈呀。不能带他去吗？我妈妈前天在学校过世了。你说什么？她死了？既然这样，怎么不早点把实情说出来呢？你这孩子还真见外。因为我不想让我妹妹知道。已经过世了。你还真坚强啊。要快点写信告诉你爸爸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回来了。你们还真是可怜啊！谢谢你。哦，那是田鸡的声音，一点也不可怕。啊，萤火虫！啊！来，抓抓看。啊！
哇哦，被你捏死了，好重好重。因为你抓太用力了。为什么这么多萤火虫啊？对了，杰子，把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张开。做什么？你不要管这么多啊！我们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回来？记得好好跟伯母说声谢谢啊。好。好好吃的样子啊。我说青苔，你学校方面怎么样了？不用上学了吗？哦，被政府收回的神户制钢厂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，学校也被烧掉了，就算去了也不能做什么。啊，对了，你已经给你爸写信了吧？我已经寄出去了，交给乌镇首府转交的。什么时候？我一到这里就马上寄出去了，应该有十天以上了吧？那就奇怪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收到回信呢？小杰，剪刀用完以后记得要还给我啊。现在的战况怎么样了？我方好像越来越不行了。光是空袭造成的火灾就已经殃及到其他工厂了，国家为了防备决战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努力增产。就是说啊，粮食的配给也越来越糟糕，光是照顾战场上的士兵，我们大家都快饿死了啊。我女儿为了国家跑去当劳动员呢，多吃一点也才会有力气啊。又来了，他们无家可归，现在成了我的负担，辛苦死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还那么小，也怪可怜的。怎么了？长痱子很痒吗？好痒，我讨厌防空洞。你再忍耐一下，有哥哥在，不要害怕。要不要去海边玩？嗯，走走走，去海边。来。哇，这里全都变成田地了耶。
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汲取海水，发配给的盐跟酱油实在太少了。哦，来，把衣服脱掉。可能会有点冷哦。哇，好冷！啊，长痱子的地方很舒服吧？嗯。好大的浴缸哦！哇！呜！呜！别跑！我是大熊，我要吃了你！你不要去看那个，等夏天到了就可以去游泳了，我再教你。游完泳以后肚子会饿。游完泳以后肚子会饿。青菜，小杰，快过来！你们的肚子应该饿了吧？凉面已经变得很冰凉了。想到你真的来了耶，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？嗯，我身体很好，大家都对我很好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嗯，来，站起来，不快点回去的话又有空袭了。我好累哦，哥哥背我。躲起来。你妈的衣服啊，这么说虽然不太好，反正也没用了，我们拿去换米好不好？我之前就把东西一点一点拿去换，不过已经没东西可以换了。我想这些应该可以换一斗米吧。一斗？青苔，你也需要营养啊，身体健康才可以去当兵。真的可以换一斗米吗？与其把衣服留着拿去换米，你妈一定也会比较高兴。我出去一下就回来啊。不行。哎呀，杰子，你已经醒了。不行，那是妈妈的。不行，那是妈妈的。不行不行，那是妈妈的。杰子放手。妈妈的，那是妈妈的。杰子。不要。杰子。不要不要。杰子。不要。
哇，这些米很好吧？小杰，今天晚上就要煮白米饭了。来，这些放在你们这里。是白米饭呢，杰子。来，我女儿跟大哥哥都要加班，吃不到难得热腾腾的白饭，真是可惜啊。好好吃哦，真的是白饭呢。嗯，我还要。好好好啊，小杰吃到白饭就吃的特别多呢。嗯，我喜欢白饭。怎么了？我不要吃咸稀饭。阿姨，我带来的咸梅干已经吃光了吗？那种东西早就已经吃完了。来，你的便当。好，我带出去了。辛苦啦。我也要出门了。小心点啊。你看，我们中午吃饭团哦，忍耐一下，把咸稀饭吃了。不要得寸进尺，中午只有咸稀饭可以吃。为了这个国家辛苦工作的人，跟一整天游手好闲的你们，吃的东西怎么会一样？青太啊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也要想想出点力帮帮忙啊。没有赚到半点米回来，居然还想吃白米饭，哪有这种事？这点说不过去。要是再让你们继续吃白饭的话，你们的胃口就会被我养大了。那明明就是我们的米。怎么，你的意思是说阿姨很狡猾了？这个小鬼还真敢讲啊，帮忙照顾两个孤儿居然被说成这样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不照顾了，以后三餐你们自己准备。这么一来你们没话说了吧？对了，青太，我记得你们也有亲戚在东京吧？你妈妈娘家那边没有比较有分量的人在吗？要不要写封信过去？西宫这里什么时候会有空袭，根本没有人知道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地址。快点回家了啦。说的也是，你爸在等我们呢。既然没有青蛙就回家去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多人在排队，我等了好久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好饿，口又好渴。好，来吃个水果糖。妈妈在银行里啊存了7000块耶。7000块虽然不是很多，不过也够我们用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太太，你看啊，我要写信告诉爸爸，这知不知道？要他快点回信。谢谢啊，说你在等他哦。算你们运气好，现在啊已经没有这种炭炉了，不管出再多的钱也买不到，就算想卖啊也没东西可卖，物价上涨，尤其是五金类根本没用，到哪儿都一样。我要那把黄杨制的梳子，然后还有，这里有油纸伞吗？没有伞呢。啊，对了，淅沥淅沥哗啦哗啦，雨下来了，我的哥哥打着雨伞来接我，淅沥淅沥哗啦哗啦啦啦啦啦，淅沥淅沥哗啦哗啦，雨下来了，我的哥哥打着。哥哥很厉害吧？嗯，你们两个用火要小心啊。好。那两个小鬼发生什么事了？
从今天开始，他们自己煮饭。哦，他们也真勇敢啊！再过一晚。你是不是又对他们说了什么重话了？那又怎么样？他们连句抱歉的话也没说，就去买了一堆炭炉什么的回来，简直在讽刺我们。我吃饱了。哥哥，你会变成猪哦。无所谓，我不想做的那么端正。这是两人份的啊。就这些啊？对啊，下次发配是七月以后，知道吧？甜不甜？嗯，啊，好多味道哦！葡萄、草莓、哈密瓜、薄荷，全部都在里面呢。你全部喝下去，我不要喝。真是的，也不收拾干净，老是这样为所欲为，一点家教也没有。那两个孩子啊，真是一点也不可爱。嗯，又来了。青太，我女儿跟大哥哥还要为国家努力工作，你好歹不要让她一直哭啊！每天晚上，每天晚上，警报已经吵得大家睡眠不足了，她还这样哭，你这样子叫我们大家怎么睡呀、啊？宝宝睡，乖乖睡。嗯嗯嗯嗯去防空洞了吗？像你这种年纪，照道理说应该要加入自卫队灭火行动的。警报解除。我想回家，我讨厌住在阿姨家。我们家早就被大火烧掉了。
高挂在屋顶上，漂亮的鲤鱼旗。来，高挂在屋顶上，漂亮的鲤鱼旗。壮硕勇猛的鲤鱼就是我爸爸。不要唱了，现在是对外作战的时期，你们还弹琴唱歌，到时被骂的人可是我。哎，真不懂事，无缘无故找来两个大瘟神，有空袭帮不上任何忙。像你们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呐，干脆搬到防空洞去住算了。就这样吧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这里不会有人来烦我们，又盖得很牢，只有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啊，我们真的可以住这里吗？嗯。打扰您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别的地方？你们要去哪里？你还不是很确定。哦，那你们要小心啊。小杰，再见啦。在哪里都无所谓啊，反正有哥哥陪着你。非常谢谢你。放在那边就行了。请问可以多给我们一点稻草以及卖一些果菜给我们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反正就这么点东西。抓得到的话也可以把它煮来吃哦。青蛙吗？很好吃的。嗯，茄子，等一下收拾好了就进蚊帐里面。嗯，怎么了？我忘记带牙刷来了。没关系啦，才一天而已嘛。你看，被蚊子叮了吧？快进蚊帐里面去。里面黑黑，好可怕。哥哥要去小便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嗯。那个是特工队。嗯。啊，萤火虫。
对啊。好，我来抓萤火虫。来，进去。哇！哇！我看到哥哥的脸了。我也看到你的脸了。啊！哇，变发夹了。好，我们把萤火虫的光变成窗外的雪。哇！哇！哥哥啊，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，曾经看过阅兵典礼哦。阅兵典礼？对啊，爸爸所搭的海上巡逻舰哦，联合舰队全部到齐。施工都要站下去，都要依靠铜墙铁壁的城堡。敌军来袭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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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知道爸爸现在在哪里打仗。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做坟墓啊。妈妈她不是睡在坟墓里面吗？是阿姨她跟我说的，她说妈妈已经死了，要睡在坟墓里面。我们改天去扫墓，杰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去过晒布厂附近的墓地，妈妈就住在那里，在一棵很大的樟树下面。为
什么萤火虫那么快就死了？这种地方居然会有人住啊？是流浪汉住的吧？搞不好会有可怕的叔叔跑出来哦。哎，这外面有荡秋千，哎，这里有小孩子，你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要是真的就好了。哦，茄子，它叫茄子，你们看，这是青蛙干呢。他们居然吃这种东西啊！那些住在城市里被疏散到乡下来的都市人都是吃这种东西。都是一些切碎的大麦大豆，比我家的咸稀饭还恶心。哇，大妖怪出现了！而且我妈妈的衣服也全都拿来换米，我们没有其他东西了。我之前也用钱向你买了很多。有关衣服跟钱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我也只不过是个农夫，不能老把东西分给别人。我问你，你有其他的亲戚吗？有是有，可是我联络不到他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们还是回到阿姨家去比较好。现在不管怎么样都得靠配给或者加入自卫队才能过活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回你阿姨家去吧。真是对不起，我们会去找别人问问看。你好歹也是海军军官的儿子，要坚强地活下去。走了。虽然都是一些大豆跟高粱，不过你不可以说不喜欢，你要尽量多吃一点。哥哥，我的肚子
有点怪怪的哎。是不是着凉了？我的肚子一直痛痛的。混账东西！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妹妹生病了，请你让她喝甘蔗汁。你说什么鬼话？战争的时候偷采农作物是重罪啊！可恶的小鬼，你真是……你给我站住啊！这是什么？你居然挖我的芋头！这一带的农作物一定都是你偷的。哥哥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说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吧，跟我去警察局。走，快点，我要把你关进拘留所。我妹妹她真的生病了，她不能没有我。走。案情我已经了解了，你也已经教训犯人了，笔录做好了，这件案子已经妥善处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可是，他被你揍成这样子，也该消气了。对未成年少年施暴、伤害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好像是辅警遭到空袭。你要不要到里面去喝杯水呀？杰子，哥哥，去帮你叫医生来帮你打针。杰子，哥哥，我要尿尿。你还可以忍回家吗？嗯。来，哥哥背你。杰子，来吃饭咯。今天的南瓜很好吃哦，你看，好像真正的羊羹哎。我不喜欢吃羊羹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要是不乖乖吃的话，哥哥跟爸爸不喜欢你哦。来，打起精神来吃饭，多吃一点哦。等吃完了以后啊，哥哥再带你去海边玩哦。
好。这一次又有好吃的东西喽，杰子。哥哥，哥哥，这个就是你妈妈的遗物啊！这么便宜的破烂东西，算什么遗物啊？真是的，少跟我来这套。杰子。杰子，杰子。吸气啊，呼气。还有，他已经拉了好几天了，湿疹跟痱子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有用海水洗澡的时候会觉得很刺痛。这是阴阳失调造成的虚弱，拉肚子也是这个原因。下一位，要吃什么药还是要打针呢？我不要打针。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医好他，拜托您了。什么都没有用，他需要的是营养，只有这个方法了。需要营养？有什么问题啊？营养？哪里有营养？肚子好饿啊，你想吃什么？天凤螺、生鱼片、凉粉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冰淇淋，还有我想吃水果糖。水果糖啊，好，我去把钱全部领出来，然后去买一些好东西回来。你不要担心嘛，杰子。我去把钱领出来，买些米跟有营养的东西，然后就哪里也不去了。我会永远永远陪在你身边的，我保证。来，你的3000块。听说台风要来了，
我们向美国投降之后啊，才刮起一阵狂风啊，真是有够蠢的。投降？我们已经战败了吗？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啊？大日本帝国，大日本帝国，我们真的战败了吗？对呀，无条件投降。那联合舰队怎么样？哎呀，没用了，那个舰队啊，早在几百年前就沉船了，一条也不剩。你说什么？那我爸爸的巡洋舰也沉船了吗？所以他才会都没回信。你家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这小鬼真奇怪。爸爸，你是笨蛋。肚子好饿。爸爸，爸爸死了，连爸爸也死了。爸爸，杰子，对不起，我去太久了，我现在去煮白稀饭给你吃。在上面，在下面，停下来了。我买了好吃的东西，有鸡肉，有蛋，还有。杰子，你在吃什么？这个是弹珠，不是水果糖。哥哥今天买了好多东西，都是杰子喜欢的哦。哥哥，给你。那是什么，杰子？是饭啊。我等一下把豆腐渣煮好，再拿给你吃，你快吃啊！你不想吃啊？杰子，你看是西瓜，很棒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偷来的。吃西瓜，好好吃啊！你等一下哦，哥哥现在啊就去煮鸡蛋粥。我把西瓜放在这里哦。哥，谢谢你。从此之后，
吉子就再也没有张开眼睛了。这是特别配给的木炭一袋，既然是小孩子，就到庙里借个地方烧吧，不要打赤膊，用大豆壳点火的话就烧得起来了啊。哎呦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哇，一点也没变嘛。就是啊，还是自己的家最舒服了。好久没有听留声机嘞，好怀念的风景哦。啊，好漂亮。哥哥，欢迎回来。
隔天早上，我把像蜡石碎片的结子骨灰装进水果糖罐子里。下山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。已经很晚喽，睡觉吧。